等等，听枪声好像是刚才那帮新四军游击队，他们不会是跟小日本遭遇了吧？孙瑞，要看上辎重，大志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是。接下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动。是，走。全体战友，预备。 所有，即使追击，都是一切代价，消灭他们。嘿，走！怎么了？看来这风水不错啊。你要在这儿伏击鬼子？虎子。 跟我走，是，大志，我跟你一起。走。一组二组，兄弟们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报告中佐，敌人在前锋山谷处消失。 我担心敌人会有埋伏。哼，你太高看那些中国人了。封锁隘口，展开地毯式搜索。嘿，前进！ 把那个骑马的留给我。
为什么不杀了他？这些抵抗分子都该死！都该死！